大家，我刚刚来到我们上海的德国的圣诞节的市场，然后我们要不一起去看一下，来吧。其实这里好热闹，真的来了好多人，非常期待过一下圣诞节的气氛。所以这个是圣诞节的市场的大门，真好可爱。这个我觉得是现在上海的最热闹的一个地方，大家都在这里喝一些热的红酒，或者吃一些圣诞节的小吃的，好玩的，我也想去吃，还可以买这些好可爱的圣诞节的娃娃。看一下圣诞小玩偶，这里应该也可以买一些圣诞节的礼物。Take a video from yourself. Come on. Yeah. Okay. Do the dance now. Woo! So you're selling the carpets. Yeah. 你是买地毯的。Now you're selling the carpets. Nice. 所以这些地毯都是手工的，是从 Persian 来的 Persian craft. 好漂亮。那个波斯。啊，在这里学的。波斯纯手工，纯手工，哇！波斯纯手工，哇！你会中文的？不会。啊、真的？你猜会，我不会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找我的爸爸，因为他每年都很喜欢穿圣诞节的衣服去做真的圣诞老人，然后他肯定在，所以我要去找找他。但是。哎呀，这个好可爱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看这个圣诞树。这里还有演出。好，我还在找我的爸爸。哇，好多人，我还在找我的爸爸，我的圣诞老人在哪里？找到了，他就在这里，就在圣诞树旁边。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, my dear. 终于找到我的 Christmas 爸爸了！对，他一直很忙，然后他就在这里刚刚休息一会儿，好多人都来了。大家，我现在和我的爸爸就在这里喝一个圣诞节的一个饮料。对，他们有这些那么可爱的被子。姐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叫什么名字？土豆饼。啊？土豆饼。土豆饼，对吧？哦，谢谢。德国的土豆饼。德国的土豆饼。啊，德国的土豆饼。我已经选了，我就想吃那个，然后看起来那个很好吃，就是有一些炸的，然后好像是里面也有大蒜，是从土豆做的。我在准备吃西班牙的油条，他们有巧克力的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口味的，我选了巧克力的。哇，这个好吃的西班牙油条，西班牙的。哇，这有巧克力，还有这些油条。哎呦，要吗？啊，这是我的吗？好的。哎，可以啊。我今天和朋友一起玩，他刚刚来的，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些西班牙薯条。薯条，我叫了薯条。你不能过去。哇，这个好好看呀！我都在想怎么上它。这个好好看呀，票要一张一拳得二十二人民币。
气他，好开心哦。大家，我们今天已经我们的圣诞节市场对吧，我们的 Christmas Marketing 结束了、然后今天玩了很开心，拜拜。